这是台南咸水好食的豆签羹，豆签羹煮真久嘛袂烂，别个所在真歹食着。营业时间是下晡2点到7点，较早伫对面顶仔卡的时阵，营业时间阁愈短，较慢一点啊来买就无啊。豆签羹会使加沙白鱼，嘛会使加蚵仔，啊嘛会使两项拢甲加。大碗、细碗拢总有。食完豆签羹，搁来隔壁的昆布啊、臭豆腐。1964年开始营业，即马是第二代德福街。昆布啊、臭豆腐是软的，甲后壁区的如意臭豆腐较像。这是头家家己发明订单甲造型的特别方式，真趣味。